王大陆以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走红，在去年他就被媒体爆料和韩版《步步惊心》中出演皇甫延华公主的江汉娜交往，但双方皆不承认。日前王大陆才被曝从梵蒂冈和韩女星江汉娜回来，又现身午夜派对和小姐姐们一起热聊。在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名媛小姐姐都快凑到王大陆脸上了，最后可惜没亲到，还有娇声表示差一点点了。不过也能证明王大陆的桃花非常旺盛呢，连旁边的美女都目不转睛地盯着，趁没人注意的空档，王大陆偷偷跑到外面的小花园，在暗处跟一个小姐姐热聊。仔细一看，这不是陈冠希的旧任洪文安小姐姐吗？洪文安虽然90年出生，非常年轻，不过还是比王大陆大了一岁。在临走前，王大陆又和洪文安聚在一起，几个朋友们又是开启了吞云吐雾大会，热聊一番。王大陆还给洪文安表演小魔术，洪文安一直目不转睛地看得非常认真专注，最后两人却分道扬镳，各自回家，并没有会后其他活动。事后记者致电女方经纪人询问和王大陆的关系时，该经纪人否认了两人的情侣关系，表示王大陆和洪文安只是很好的朋友而已。